好好好好好你还在家里了吗？现在？往前面，往前面，现在跑车没有？还在广州嘞吗？装了哪个嘞？给装那几个垃圾站的货吗？拉啥设备？拉哪嘞？多少钱？一万。我靠！我听见我有一万多嘞。搁哪装的？哦，搁中山那庄吗？那跑那远？
几个车？那是回去的10000多，恁咋不拉回去呢？他也不拉12000多吗？我在网上联系的。你往年的可加12000多，可不赚好几千吗？可回不过节了吗？过了节再出来，回过了节再出来。过节在哪不装了吗？好好好好，赶紧过来啊！俺们个去装，在杭州的，装中山的。老黄，新年的以前拉的那个呗，啥家伙，尿不湿机子呗。啊，不装啊，让老黄他妈油油，我管去吧去吧，油都油吧，盖油。哎呀，盖油我们这麻烦，你跑到中山一玩儿。还得盖3层呢，他给规定的，盖3层以上，知道？啊。我最少盖3层，可拿证的比长。啊，我去吧，去都去吧，这又定了，明天去装。啊，这咱们这今们不都27号了吗？27号不该放假了吗？啊，放假一会儿。乖。嘿嘿嘿，好好好，装好，赶紧往这跑。喂，10月1，哪10月1？今年10月1，今年10月1没过呢，你上哪过去？放油货，5月1，我说是的，放这里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我估计管今年10月1，可能到这还管弄好货的，因为这边没有车，这边停车场比较少。啊，这个靠在华丰这大板车停的，完有10几辆嘛。哦，是是，管，装着过来啊。好好好。好想走走不掉，这下雨了，我找我去抓金宝了，大家伙都下雨了。